一千年前，生性残暴的万龙王血腥践踏着周边部落，无数人家破人亡，在万龙王的暴政下过着奴隶的生活。我族先人偶然得到一块天外神石，照古书的记载制成了定风珠，与关兴氏联手将万奴王封印在山中。传闻定风珠能让万奴王重现于世，为防止世间再遭涂炭，我族人化身守卫一族，世代守卫着定风珠。少帅，东西全在这儿了。少帅，这个老家伙就是这个村的族长。放开我！跪下！跪下！东西不错，我先替你保管。呸！畜生！你继续搜索，你们两个这边，是你们这边。走吧，去别的地方找找去。走。娘娘，一定要把金凤珠找回来。族长，族长，娘娘，快走，快走啊！快走啊，快走！废物！李大妈，又买鸡蛋了。
来。哎，马掌柜，你这什么表情啊？这么个宝贝你无动于衷？城东刘老爷家的宝贝吧？对啊，哎，宋朝的。宋朝的？我看像去年的吧。这哎，马掌柜，做人凭良心啊，这种话你都说得出口？是啊，哎，我们能拿个赝品来糊弄你啊？啊，好，来看看，看看有什么区别。嚯，张秀智啊，分金定穴是你的强项，但是这眼力劲儿，哎，你火候可能还是差点。要不您再去走个穴，淘个宝贝。我张家世代是修木的，不是盗墓的。说你嘞，起开起开起开，忙呢。哎，别挡路。这，得嘞，您二位的大活来了，里边请吧。嚯嚯，这马掌柜搞了不少好东西啊。哎，走走走走走。哎。哈哈哈！请请请，把门关上。是。哎呀哎呀，马掌柜，你这是蓬荜生辉呀！这是。蓬荜生辉怎么用岔了？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呀？嗯，这是啥？哎，使不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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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坐着说。好东西啊。嗯。你这都西背火，不好出啊。那你再看看这个，这可是好东西啊。你看看，好东西吧？嘿嘿。这是个好玩意儿。啊，但是有点邪性。你这是邪性？嗯。咦，我的娘啊，怪不了我今天手气真背。我跟你说吧，我输了不少军饷，过两天少帅就回来了。我你说，哎呀，这我也不敢收啊，万一少帅知道了，不得一枪崩了我呀？你说啥呀？崩了你！哎呀，少帅不知道。马掌柜，你帮帮我呗。不过，那你帮帮我呗。也不是没有办法。我认识一个朋友，他可能会收这个。今天晚上他在大屯赌场，我攒个局，你们俩就认识了。东西换成钱了，顺便还能赌两把啊！哈哈哈哈哈哈。你的意思让我赢他钱？赢他钱呢？这招中，我就喜欢赢别人钱，就这么定了，我就走了。就这么定了，兄弟，那就慢走。可别，这招真中，走了。啊。出来吧。老规矩，六四开。这，你不说他假货吗？哼，从我这儿出去的能是假货吗？明白了吗？哦。哎。哎呀。嗯，怎么了，小智？哎，给我。哎呀，
可怜可怜我吧，赏给我饭吃啊！去去去，离开这儿！怎么还不来了？走走，赶紧给我走！念什么呀？赶紧离开这儿！咱不让人喝酒啊！没钱你喝什么酒啊？捣什么乱？行。好，两位老板，买定离手。哼，刘副官，咱们要开了。哎，开了。开吧，开。开。五五六十六点，刘副官，不消。打，彭老板，咱们也要开了。开。五六六十七点。彭老板的，承认了。两位，继续吗？那开始吧。昨天你们李林也看到那些命令。嗯，好，两位老板，买定离手。彭老板的，两位老板，要不咱玩这儿就算尽兴了。行吧，要不今天就到这儿吧。哎，站住！你站住！啥意思？不给你吃空，倒水！
这好像不值钱吧？哎，这可值不值钱？但是我仔细一看，它至少得值500。来吧，啊，来吧，开始。啊靠！啊！你他娘给我耍诈！啊！齐阳，这没事没事，给我打死他！齐阳，齐阳，走！牛副官啊，牛副官啊，啊，啊，你还打呢？你看，啊，慢点，啊，慢点，啊，快走，啊，给我追！是。少帅，你看，我族守卫者已经出动了，事不宜迟啊！少帅，我真不认他们呐，那帮鳖孙出老千口啊！周老板。少帅，小的也是不知情啊，当时何欢被打晕了，衣服裤子也被扒光了呀。看清是谁了吗？小的真没看清楚。牛副官，那里面可否有个黑色的珠子？珠子，黑色的。哎呦，少帅，那应该就是定风珠。定风珠，定风珠。还有谁知道这个珠子了吗？天红当过来马掌柜他也知道。牛宝啊。哎少帅。别别别。
开枪！别打我！架子再短，就不是手了。天虹当铺走一趟。牛副官，少帅，牛副官，少帅，牛副官，你不要带了吗？给带子，扫兴！谁扫把星了？你把东西给我！哎，给都给你，不是这个，我要别的。要知足啊！你在耍我吗？东西给我！我跟你说，江湖规矩，见者有份，拿了东西赶紧滚蛋。哎，不要算了，我要的是定风珠。定风珠懂吗？什么珠？定风珠。哎，好像是个珠子。你找的是不是这个呀？哎，不，珠子呢？在这儿。哎，没了。哎，在这儿。哎，拿过来。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啊。白天在当铺跟踪我们的人是不是你？哦，这关你们什么事儿？哦，那你就别想要了。这个东西本来就是我的，这是他的配件。回音乐，可以啊。哦，张家后人，久仰大名啊。多吉法师所言不虚啊。你就是那个万奴王守卫者杨凌吧？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你就是我们洞煞族的叛徒多吉。上人，快！啊，张孝志啊，张孝志、啊！马掌柜，张孝志啊！定风珠，拿来吧。给！你先把人放了。嗯。愣着干嘛？上来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就剩一个时辰了，你还在？你说你在干啥？啊？还找不出来？我们全得死！急啥嘛？哎呀，哎，你过来！这儿呢？你咋就知道了？你告诉我呀！哎，你急死我了！哎，你瞅瞅你那样，我跟你说，
越到最后一刻，我们才显得越重要。去去去你的！其实我刚才一直在想，我们怎样才能除掉这个李宇飞？什么意思啊？古代祭坛机关重重，可谓九死一生，要死也要拉他一起死。少帅，这区区菜包你让小的去种吧。我听他们说这地方的机关可危险可危险可危险了呀。是吗？啊，那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危险。1000年前，受命于天的万奴王济于一难，建立了洞煞王朝。然而他刚立朝不久，便暴露了残暴的本性。他的部下忍无可忍，便找了一帮术士，把他封印在了祭坛之中。这祭坛中可是有大量的金银财宝啊，他定能助您一统天下。咋了？张家后人也不过如此嘛！你看，这牛家后人，你牛你来啊！就，嗯，子午、卯酉、巳正、乾巷。但凡这些地方其朝向必为其一。此处土质纹理紧密，生气盈沛，且此处为土山，土穴精强。少帅，依在下所看，祭坛的入口就在附近。你笑什么？凡古代遗迹，贵在自然。这里虽然是土山，但四周却山石围壁，这说明这周围有很多天然存在的石头。再看此碑，碑面一纹交错，呈支龙之态，是为柔里钻尖的意思，因此我断定此祭坛必为石坛。沿着这条路一直走，不出五里地就准能到达入口。少帅，这个姓张的从一开始跟着咱们就是心不甘情不愿啊，他现在这么说不会是故弄玄虚误导我们吧？江孝志，你来带路，带错了小心你的命。怎么了，乔治？记不记得我曾经说过，王侯祭坛，王侯祭坛气势雄伟，这里龙口破张，跟我之前见的不太一样。哎呦，我勒个娘啊！张乔治，怎么了？没事，钱眼说他有点冷。少废话，赶紧走。
少帅，要不我回去再弄点饼吧，以防万一啊。要你一捆、这个女的跟那个丑的。说你呢，那丑的。说你嘞，你看啥？我丑？我？你想干嘛呀？别跟我耍花样，他们的命都在你手里。绿飞，你带这么多人，你觉得我会耍花样吗？算了算了，走吧。快点走，你个虫子！没事。哎呦，哦，这都什么做的？值不值钱啊？哟，哎呀，这玩意好玩啊！哎，林木，梁爸，我帮你问问。你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开这种玩笑？在这里啊，能不能严肃点？你们还要磨叽多久？赶紧走。哎，这儿有个门。去。让开。少帅，门打不开。来两个人。是。你让开。来，咱俩一起来。来来。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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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报告少帅，门是从里面封死的。石门无锁，是自来石。那是什么？自来石就是古代祭祀关闭的时候用来从里面封住墓室的机关。然后呢？然后要进去就要拿拐钉开启啊。拐钉？人都进来了，从哪儿给你弄拐钉去啊？事不着你。我要他们的枪。想干嘛？做拐钉啊。行，但我有个条件。啥呀？加上。又来。
杀了你。什么事儿？什么事儿？哎呀，我吓死我！走，慢点，慢点，吓得太吓人了。看到那些什么了吗？赶紧点脚下，先脚底下，小。我了个娘啊！愣着干什么？快上去！那几个去那边看，那几个去那边看。走，这边跟我走。是。少帅，里边没有路了。自古就有天圆地方之说，怎么这儿却是天方地圆呢？这是颠倒了呀。杨凌，你们的祖先设计成这样是有什么寓意吗？哼，叛徒才会颠倒而为。快快，少帅，来的路被封死了，封死了！咦，我这个孩子，师姐！哎呀，快来，真锁死了，出不去，没门咋弄他？这大大帅说了，我一定把你带回去，我也带不回去，咋弄他？少帅，说完了吗？张耀志，快想办法，不然我会让你死在我面前。这，你们看，这是什么？水银有毒、你们两个老机关，老人，要不我们拿炸弹给他炸开，咱跑中路。你炸，你不要命了？这一炸咱们全得死。少帅，作为阴阳五行八卦柱，水银为金，金为锡，必须锡柱转动。你们两个，这根柱子，张孝志，快想想办法。真龙落出阴阳乱，五行官鬼无相战，水龙波作火龙出，鬼在后头官出命。
火龙，我为北，取北珠转动。那个，你们几个取那根柱子。索尼，快点！打死你！少帅，你看。啊，走！哎，快跑！帅，少帅，站起！哎，走下面，里面站人。救我！救！下去，下去，快！快！没有关上。你干嘛呢？快走啊！快！快走啊！少帅，弄好了，坐吧。少帅，其实我算的没问题，只是这个机关吧，他可能……哎呀，撒谎！还机关？刚才差点以为死了。你这，别机关了。一会儿帮我看着他们，但凡有什么不对，直接毙了。是。那我们就该死啊！自己人死了，看都没看一眼。这要是进了万怒王的主密室，你以为我们还能原模原样的出来吗？扫把星，你能不能管着点他？迷宫啊，必将功成万骨枯啊。杀一人为罪，屠四方为雄。少帅，你看这里这么多尸骸，想必一定是机关重重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多加小心啊。哎，这红线是怎么做的？一千年都没腐烂啊。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血蚕丝了，据说是当年的守卫族跟关兴氏共同设计的，残忍无比。哼，还不是为了防止你们这种人，连万奴王这种暴君都要复活。说啥呀你？哎，你看那个啥东西这儿。小心！我明白了，大家千万不能碰红绳，否则的话，就会触动发射飞镖的机关。哎，那个丑的，你先去。又是我，你能不能换个人啊？这里边酒精最臭，滚！等下。南宫朱雀留土葬，西宫白虎为土制，北宫玄武女土服。不对，南宫朱雀锦木案，入口在这儿。不是，要不你再算算？你不信我？扫把星给你。啊，给。
我去了。嗯，小心红绳。前面好像安全了，走走走走走走走吧。走。大家小心。你干嘛？我不是说了吗？下来之后得听我的。这么多人，你想害死我们呢？包呢？哎，包呢？你问我？说什么呢？还不快走！少帅，我上有老下有小，我求求你行行好，咱别往下走了。你看，咱们死了那么多兄弟，后面的路凶险万分，我们都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出去。想回家是吧？啊！哎。怎么了？你们也想回家？
之前翻阅有关洞煞朝的文献，这上面的雕刻记录了关心氏用定风珠封印万能王力量的事迹。当年定风珠落在荒地时周边的图案正是这个。星月相应是关心氏的秘传技法，以定风珠坠落时的年月日作为秘文钥匙，以星象为图，月象为路。哎，来两个人。快！少帅，这座桥叫升仙桥，能者过桥升仙，凡者踏步落河。这张孝志怎么走？这座桥是按八卦阵排列的，三段一阶，这八阶二十四段八卦桥，以九宫八卦数列，正好对应坎一中满，坤二六段，震三养玉，巽四下段，都跟着我的脚步，千万别乱了。五为中宫，前六三连，对七上缺，艮八复晚，离九中虚。小心。跟上。张孝之，对不起。你，小云，亚丽，别走啊！
少帅，少帅小心啊，让小的先来吧。小帅。他进来了，你没有看到万能王吗？这不是多吉吗？
想跟我抗衡是吗？
谢谢你。谢谢我？你要现在谢谢我，你就离我远点。那去去去去去！我跟你说，出了这个地方，我们就别再见面了啊！怎么跟你嫂子说话呢？谁是你嫂子？她呀！对，咱们先从那处理好不好？啊，我待会儿万一有什么复活了呢？啊，去！哎呦，先出去再说吧。还好吧？古来王后铸就空祭司，有一场空之意，一路机关精华水月，恐怕也是一种暗合。我相信，出口一定就在祭坛附近。没有啊，我刚才看了。没有。没有，没有，怎么会没有呢？北宫玄武威月宴，威秀三星南西北，在东侧。你在这边找找，那边看看。哇，有水！快走！救命啊！有人没有啊？快走！救命啊！爷爷，有何妖？爷爷，我要看河妖。爷爷，看河妖。快点！哎，好的，把手给我你。走。上来。你大师姐。用力。用力。上将啊，生活准备好啊，或者就是得两位啊，不是三位为人呢。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，咱哥四个嘞恩怨到此结束啊。对了，咱得要一把中招。
成成，要了吗？要了吗？啊，停止！为什么你们没有看到万怒王，而我却看到了？我们当时躺在地上，正好没被祭坛上的光照到，躲过一劫。我觉得开关的那一道光应该就是定风珠的辐射产生的幻觉。可以啊，还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了。我看你们的本质就是不吹牛会死啊。扫把星，你怎么还跟着我们呀？你的事情已经办完了，快快快快快！我看你啊，就别归你们组里了，跟我们一块走吧。干你昨晚你个畜生！没事儿啊，啊！哎，快来，快快来！哎，裴远早时间说，快回来！走，要了吗？哎